可是他我体力撞有点墙难。壁，哎呀！打球才刚撕下去，你这样真的过分。啊！我被甩下来了，体力不够。靠腰。怎么了？我的投资物是闪光弹啦！好，你在他眼前闪了一批。没事啊，九十秒就可以再用一次。我想说怎么拼了一声，好闪好闪！你靠到险域了，宝玉啦。啊，没撞到，太远了。红眼了，红眼了，乱跑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哪里？你在他的脚上，在他的脚上、哦，现在在尾巴，在尾巴上，现在在尾巴上了。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哪里？我掉下来了！你现在在地上，你现在在地上。啊，他走了。要睡觉了，晚安，晚安。开枪！哎呦！在哪里？不要，我一直飞嘛。哎呦，要结冰了，没闪到。哎呦，有没有防冰冻状态啊？没有。啊，有一颗想要来一个，有颗珠子是可以让你不会不用喝热饮啊。我有装，我有装。哦。我现在冷热我都不用怕。所以耐冰是不是啊？耐寒，耐寒的话就不用吃，就不用吃热饮了。耐寒珠两个洞，两个洞的珠子。又可以撞，又可以撞头了。这附近有没有石头可以捡？你有爆裂结晶，对了，我有爆裂结晶了。哎呦，闪瞎了！啊！哎，我雷，哦，没撞到。哎呀，他要红眼了，他红眼了。可以啊，他不是怕雷吗？你够雷，你够雷。对啊，那应该造成他的伤害蛮大的哦。对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不行，我错。没抽到！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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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不要！干什么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争夺地盘，争夺地盘。我想走过来，然后看着我争夺地盘。你看，他跟你争夺地盘啊！哎、欸，他在半空中哎、欸，四千八哦。你应该是你那个，我们看的正常。哦、我刚刚在半空中打。起身，起身。你要去哪里？他睡觉了，好痛啊！没有、欸，我听到他们也都是断断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QQ， 所以不是你的问题。啊，他倒了！风飘龙又来了，另外一只。哦，
只是乱来。啊，哪一只？哪一只不打了？这只，这只，这只。无效的耐鼠猪啊！所以装效果无效就可以防冰冻了吗？哎呦，耐鼠之类的吗？对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跑了，我们要的跑了。他在抖，他在抖，快快死啊，快死了！你看，我当时抓的这是谁？哎呦，你抓错只了吧？抓错只了，他去找你们了。快走！哎呀，不要逼我啦！不会再抓了吧？啊，走了，走了。笑，笑。好了好了，我来放陷阱，我来放陷阱，我来放陷阱了。带回家，带回家养。捕获完毕。找到阿姨了。哦，阿姨。抓错只，对啊，两只长得太像了，很容易抓错。阿姨你在哪里？阿姨，你很厉害。嗯，直接踩到他神座，掉下去，然后直接踩下去，点，哈哈，很出戏哦，超级出戏的。耐鼠猪，我看一下，装备，啊，体力比较五十。耐鼠，耐震，耐鼠，使全部异常状态无效，要装三颗哦。那，所以毒火那些都可以有。哦，那其他装这个就可以啦，就不用那耐力那一些了。去练一下。耐力是不行，不行不行。应该是说，那我之前有查过，好像是就是那种火啦、燃烧的那种的异常，无属异常那种的，就是属性异常才能，就是例如电的或是水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，电水火。哦，所以那是什么？裂伤啊，那些都不行。对，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，我还蛮喜欢那个，就紫色宝珠嘛，插三颗就会变、那個。对对对对对，嗯对。那有没有四个洞的耐鼠珠啊？一次加两点或三点之类的，我有一个两点的、啊，一次加二耐鼠的、啊，嗯，哦，所以它是四个洞嘛？对。哒哒哒哒哒。紫色猪，繁星教一下片手。你先攻击状态，先挥一刀之后。哎，然后你会往后仰吧？就往后，然后机器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啊、机器后加左键，你就往前劈了。机器的时候不要让它往前跳。对，你机器你右键不要松开，你机就是哦，有了有了，嗯，之后这个时候飞升要路斩吗？对对，飞升要斩之后就是开始要打那个 in game 了。你是看到你身体发光就按下去，按左键。让我看是。
好了，我这边要关台了。好，嗯，关台。好，那我回隔壁。下马精准突击。对。好了，那我这边也先关台了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关台喽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回来了。我看到四次、欸。你不是去跟他们打、啊？没有啊，他们就是满的，我只是跟他们聊天哦、喔。我说你都退群组了。什么退群组？退群组啊，退集会区啊，退群组。你们才有群组没邀我嘞，退群组。哪有群组没邀你，都邀了。嗯。你什么？还有什么没邀你的？那、啊、没有，还有节操有的通话没有我。哇操！那个疯了，你又不会玩。嗯嗯嗯，什么东西？我们还在打欧巴库克，你要跟我们一起玩。还有全境封锁二。哦。都不玩。是啦，那什么游戏啊？都只有阿超会陪我们。啊！没办法，只有你们会陪阿超。哇！现在都他们陪我是不是？好夸张。嗯，我都默默的流泪了，还好是眼泪。本来是哪边还有泪可以流，说啊，大声说出来，好好的跟我说明一下。十二点再说，十二点再说是不是？哦，很晦气啊！哎，直接被带走啦。在干嘛？差点被后面那个炸死。为什么地板上会有光卡？刚好啊。好。啊，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为什么有人爬上去？请问一下。我按错了。这边有需要爬上去攻击是不是？哎呀，是在震杀。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啊！哈喽，嘴嘴。哎，长火回来了。我没有，他走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路过的。真是受不了。又在轰炸机了。啊，没了。他被我轰下来了。那你现在打什么？红莲暴鳞打红莲暴鳞龙，我们刚刚赢了尊严，嗯，可是输了任务。任务要我们捕捉，我们把他杀。狂眼的，你是在他之前还送了他两颗洛？你是说那个护食任务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、欸，我看到点点点我就接。什么捕获什么加房间那个的、哦？对，就是几百耶。对啊，那 是吗？我忘记了，我也忘记了。捕获理想房间，我没有看他是什么任务，我只要看他点点点。理想房间、哦，没错。什么小房间？理想房间。哦，我说你小房间，可以撞啊。我以为是可以抓、啊，撞不到啊。我也很想抓、啊。老样子吗？敢不敢掉下来、啊？哦，上面啊。该掉路这个，哎、欸，快走快走，窗火来了。好，走。啊、他走了。我要叫 Uber 了。啊，没有，他在这兒。哎。我的转身一转，穿起来。哦，小心！直接起飞，再见。哪里都是爆炸，没断尾啊？还没啊，它尾巴很厚实。它尾巴那么大一根，嘟错地方。然后，尾巴在哪？
断了断了。断了断了。抓看吗？啊，抓看。好，一抓。过来啊！好，还没。没有啊，继续。啊！被撞的被炸的迷迷毛毛。嘿嘿嘿。哎。他只要摆头几次啊？不要左摆头右摆头一次各一次。哦，我的滑鼠没重新甩。哎呦！我的天，受够了！妈的逼！可以吗？可以装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，继续。刚是来不及丢那个吗？是我丢吗？好像抓起来之后没看到人丢。我也还有一个陷阱。我要等他下来。我闪光弹呢？啊！他至少在我旁边放了五颗。我怎么跑也跑不掉。嗯。所以再抓一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抓吧。我不要惩罚我啦！换人了，对不对？还没，还没。哎呀，开始在免疫了。所以要先丢那个了。对呀、啊。还没抓到吗？还是没来不及丢？啊，掉下来了。我就知道，来不及丢。哇塞！哇塞！跑了，喵什么？要跑了。飞得好高的。他飞回。飞下来了。所以他是要睡觉。我觉得他在这里睡的、啊，还是长火？他也是会在这里睡。好，所以他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可以抓，可以抓。这太近了啦。先闪了吗？我丢了一颗。OK OK。哦，走。哈哈哈哈哈。随便。嗯嗯，我要解什么？啊？嗯？咪？聪明。手势回避中，到底要我手还是要我回避？这种就没什么东西，手势回避就没什么。噔噔噔！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白痴哦。强化挑衅衣装，这个
要来强化一下条件硬装的各位。我操！我要。我需要一点直播画面。啊，我直播画面。嗯。你要打，我的位置给你啊。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玩？那、啊、不然你要谁滚嘛？来，叫一个滚啊。江江啊。再见。好，你们打，你们打，你们打，我走，我走。拜拜。妈是这样，我也是想陪你玩。啊，不然我跟你玩嘛、嗯？你想玩什么？来玩什么、啊？说啊！魔物猎人世界。好，我不要，我要玩冰原。我可以看到 HTT 的集会所啊！啊，我在你的集会所里啊！没有，我刚离开、欸你。你找不到我的？我找得到你的。找一下。想说，我有点黑单你。我要跟 Nice 说抱歉，我抢走你的位置了。Nice，QQ， 就他 Nice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去探索。抓稀有生物吗？他的语气这么的无奈。有，我听出来了。我私下补偿你。哇，好。HTT 的肉体就。大小。我要去生。听不到啦，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要去升等，我的战士之国还没六等。哦哦，他嫌我们这边等级太低，听出来了啊？啊？吃个饭，哎，我吃完，还是我们吃？嗯，出门迟到啊！迟到啊！不可以。挖矿啦！嗨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好，我先剁谁啊？哇，你挖四次哎、欸！哇，好爽哦！听听这个，干怎么同步啊？没有，你跟我不合理。我们先去剁古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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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古锤要来了！我发现好多古老。走走走。挖爽没？过你啊，挖爽！我比你快啊！没有啊？哎、欸欸，好好找他们。我先回家一趟。我没吃饭呢、啊。剁他！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你们先鼓锤吗？我、看到了，我看到雷二龙。我听久了，突然觉得奇面族讲话好像。喂呀喂呀喂呀！喂呀喂呀！阿伟吗？哎、欸，飞龙好伙伴来了，再撞一次啊！
地盘争夺。我也很想。哎、欸，没地盘争夺哎。被咬了。哦，别太火了，红哥。好光光咬我。天哪！红哥没气，所以还可以再啊。红哥来了，就撞死。我没有掉落物可以捡。哦，红哥干得好！哎呦，直接跑了、欸，跑掉了。啊！哎呦绑住了，不会绑捆绑符勒呀，符勒呀，打咯好欸，没有欸，没成功欸，不保啦，可是我没敲最后一下啊，哦，是他符很保，直接掉开始，拜拜，不能撩你了，不能撩你。加油，你加油，我挖了，再等下再救你。嗯，那下来，他还救你？起来了吗？没有啊，雷尔来救他。哈哈，啊！要怎么救你？不能撩。啊，急拼急完了。好，去找红哥了。哦，差一点。阿红欸，红哥，你怎么自己先偷打、啊？我听起来像是你这样子，真的输出少很多啊，江江。哎、欸，红哥可以笑了，先生。没有，有而已。啊，红哥买了。装墙壁猪啊！我天哪、啊！哇靠！这么痛的吗？
着的。走。我三圈就三圈。来来来，很好，一个潮起。断了。是的。哦。接下来就是两只手了。谁？你呀、啊？没有，那是猫在叫。哦，厉害的，猫叫声也太哈欠了吧？对啊。它往哪边走啊？上面。我来。我记得猫打哈欠代表什么、啊？以前有个日本的那个，叫什么的？代表主人对它很差。嗯。他是睡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还没睡过嘞。黄色的，一般就不咬。我注意，我注意，我卡注意。干嘛？我注意。快过来！你骗我，你不是冲枪欸？你说什么我看得到？不怕这个过来？这是东尼大木博士欸！再撞一次！哎，我没有东西，对不起。他会死吧？欸、应该是不会撞死啊。没讲哦。是啊。他死也没差，反正是冲别人。好了，也是啦。快，我跳舞给你看，我跳舞给你看。骗手机这一招真的是很帅，一吐突起。我、要 一次一次按哦。对，不能全部按完，你全部按完伤害很低。差很多是吧？对啊，三倍吧。哦，没那么高啦。就我刚刚测试的，就是刚满状态一次打完是1000伤害嘛。
啊，随便乱按的话是700伤害。啊，然后现在是装备都还没起来。嗯，这是猫在叫吗？66的，感觉像是啥？这个就是我。江江开始不敢打。强化奈雷衣装，一只雷尔很耐哦。雷尔，那我拿冲拿那个。运他好了，雷二，雷二在哪？这边知道哎，我乱飞。没关系，人会丢包，交给丢包的人。交给丢包的。很丢，我觉得包包的格子好不够哦，要、啊、要拿一堆道具，可是还想要采集，想干嘛？就在路边走一走，捡东西，包包就买。嗯，哇，我有一个冰咒四金一桶。两人一死，是吗？没有，是四人两死。哦，哎呦，那是不是？来来，好爽哎！尿尿他一下。啊，等你们都不在，我就要开打。好啊，好啊，你最好是给我打完他。冰兽龙在叫吗？现在已经快睡着了，一点点。好了，我开到11点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想什么？休息，休息。想关台后继续玩。哎、欸，在我这儿，哎、欸，三个人，他妈打击！啊，对不起，我被抛弃了。干嘛？可怜呐、啊！落实这，可怜呐、啊！靠腰啊！你是说那个吗？想黏呐、啊？你们先上，我后补。我也后补。